首先谈大乘的原教有两部重要的经典，华严经的奥藏。那这个华严奥藏体现世事无碍法界呀，六相十玄门呢，以及善财童子示现一生成佛的历程呢。那在哪个地方呢？下面会谈的。在其次举出妙法莲华经，也是大乘的纯元之教啊。佛在法华经说，佛出现于世的本怀就是要说一乘法的，要令一切众生成佛的。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一个女人能够闻到这个药上菩萨舍身了，这一段都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乃至于常不净菩萨示现的一生，向世众顶礼说句话，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终将作佛，直指一切众生本具佛性，终当作佛。虽然这些世众真上慢者不相信，甚至打骂这位常不清菩萨，但是种下了善根，种的是大乘的善根。所以法华经上一切有学无学的愚慧者都受记作佛了，这是法华经的秘髓呀。一切诸佛之心要，那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心是大慈悲心，他的要就是要令一切众生快速的离开生死轮回，快速的圆成佛果，这是一切诸佛的本怀心要啊。菩萨万恨的指南针是什么呢？那就要找到一种总持方法，依法具足一切法。华严经的奥藏就体现在善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导归极乐世界，一生成佛的归宿是在极乐世界。法华经的秘髓就是以六字佛名直指众生心开示悟入佛之之见这个信愿支持名号横超三界大业往生，就直接体现一切诸佛度生之本怀六字洪名就是具足一切菩萨六度万恨的功德。所以华严奥藏法华秘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师难，都不出于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之外，都在念佛求生净土法名之内